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324页啊，第一行，从当中看起啊，又会疏曰，菩萨有二重智，能为一切修行本。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一切修行本，这个一切呢是指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换一句话说，无量的法门，修行的根本，不外乎这两种智慧啊。也就是说，修行修什么，就是修这两种智慧。修这两种智慧的方法很多，84000种方法，无量法门也是方法。所以大乘经上佛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真的，不是假的。既然平等的，没有高下了，那还有什么差别呢？能不能成功，关系在你会不会。宗门大德常常看验学生，问你会吗？会了啊，门门都开智慧。这两种是智慧呀，戒定慧呀。应界得定，应定开会。开什么会啊？这个地方所说的如理智、如量智啊。经典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说的根本智、厚德智。开启这个智慧，根本智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根本智。那厚德智呢，是根本智的起作用，教化众生。
啊，根本智是自受用，厚德智是他受用。啊，与一切众生相处，圆满教化的作用，完全在厚德智。啊，厚德智也叫差别智，根本智、厚德智，都是《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无知是根本智，它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所不知是差别智，是起作用。那我们讲开悟了，开悟是根本智。啊，开悟之后确实事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那是差别智。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教，你没有学过，你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清楚，那是什么？那是根本智。有人来向你请教，你讲给他听，啊，向你请教的人根性不一定，不是一定的，什么样根性都有。啊，你这部经啊，什么样根性的人都能够得利益。啊，这是因为你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法没有定法，说没有一定的说法，佛法如是，世间法亦如是啊。譬如你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讲孝，孔子讲仁，弟子们向孔子请教啊，什么是孝，什么是仁，孔子答复的不是一定的，对甲的答复跟乙不一样，对丙的答复跟乙又不一样。啊，每一个答复都是正确的，社会问的人的根性，让问的人的时候有所体悟啊，他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何须何用，这是厚德智啊，这是无所不知啊。根本智在佛法里面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弟子们向老师请教，老师有的时候不答，学生开悟了，这个里头让人看到高深莫测了。个人根性不相同啊，有人说听懂了，有人在静默当中豁然悟了。那不答就是他啊，师父
功夫到家，观察这个人的根性，在将物为物到门口了，这个时候帮助他一把，他离开家门。方法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没有定法了。啊，但是它的基础决定是禅定。啊，也就是本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开悟。啊，老师即使是佛也没办法帮助你开悟。啊，定是你自己修的。啊，什么叫定？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那叫定。啊，佛法里面常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定。要有这个条件，才能开悟。没有这个条件，什么方法你也不能开悟。啊，所以上上乘法，一乘法，啊，上上乘就是一乘，一乘是佛法，成佛的方法。你不具备这个条件，不行啊。佛不说，说了没用啊。所以佛法有一乘，有大乘，有小乘。啊，向上一住，全是一乘法。每一法都如是平等的，那净土念佛这一法也如是。啊，这一句佛号。念到理业心不乱，就入这个境界了。啊，事业心不乱，阿罗汉的境界；理业心化身菩萨境界。啊，我们看这引用会疏里头所说的，啊，这个解释合这为二。是哪两种？一为如理智，啊，如如之理，这就是自性，啊，本性。前面讲了法性、真如，讲了很多名词，都是一桩事情。啊，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般若智慧，无量无边的。这个智慧每个人通通有啊。华严经说的是真话，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释迦如来、阿弥陀如来、毗卢遮那如来，跟一切诸佛没有两样。他们是圆满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有跟佛一样圆满的智慧。
那为什么智慧不能现前？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于妄想，妄想就是起心动念。那六根对六尘境界，自自然然会起心动念，这什么缘故？习气。那起心动念就造业，就错了。所以不起心不动念，啊，这是什么境界？无明烦恼没有了，他不起心不动念了。有无明烦恼，决定会起心动念。六道里头，啊，找一个不起心不动念，找不到。那么换一句话说，虽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一样的相好，但是全不起作用。啊，那我们要知道，什么人起作用？极乐世界的人起作用。记住，极乐世界的人，人是什么呢？往生同居土的。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只有两道，人道、天道。所以他们的凡圣同居土就是两道。啊，没有修罗，没有恶鬼、地狱出生，极乐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也有鸟，啊，那这些鸟都会讲经，都会说法，是阿弥陀佛化身变现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他没有出生。除此之外，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六道啊，大概跟我们差不多。都是迷失了自信的。啊，佛菩萨在这里的教化，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佛教什么呢？千经万论，不只是世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都是教你看破放下。啊，总的来说就这四个字。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怎么了解的？放下就了解了。所以放下重要啊，不能不放下了。啊，学法门，为什么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学的功夫不得了？什么原因？不会学，不听话，古圣先贤教导我们，诸佛菩萨教导我们，
甚至于当前真正的善友、善知识也是这样教导我们。怎么教？一门深入，尝试学习。我们也听得耳熟，也会说。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依教奉行，我们还是学，同时学很多很多门课，学很多经论。这是什么？贪心呢？想多学一点呢？学到没有呢？学到了。学到什么知识？增长了妄念，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法，19岁放下烦恼障，出家了。30岁放下所知障，所知障是什么？他出家之后，就是19岁之后，到30岁，12年当中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通通学了。这表演呢，像我们一样，啊，广学多闻，啊，学了许多知识，啊，怎么样呢？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不能明心见性，还是烦恼一大堆。这个12年是做给我们看，让我们觉悟。啊，他觉悟了，这方法不行，放弃掉。啊，放弃掉走什么路呢？走戒定慧，那戒是他的生活，现在中药是修定，到碧波罗树下去入定，啊，在入定当中看悟，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悟了之后，没有人提起，他就会入半涅槃了。凡夫不知道啊。近居天人知道，近居天是四禅，无不还天。这个里面的天人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实现成佛，那他们结伴从四禅天下来，变化成人。向佛请法，请佛住世，请转法轮，那释迦佛接受了，啊，这才到落叶园去度五比丘。这个5个人都是他的亲属。他出家的时候，他的父王派这5个人来照顾他，陪他作伴。他一看，缘成熟了，把这5个人召集起来，为他们讲苦集灭道，讲四地法，乔成儒
证得四果阿罗汉。那其余的人初果二果不定，啊，证阿罗汉就一个，乔真如。这个世界上三宝具足，啊，毗婆罗树，以后我们称它做菩提树。他在这个树下开悟的，啊，所以开悟要疑，念这个念头都没有了，就回归自性了。啊，回归自性就是大彻大悟，这两种智慧都现前了。啊，你看，根本智自受用，厚德智教学他受用。啊，如理智这根本智，这就是定，自性本定。定是自心的体离体啊，本具无量智慧，这个不是学的啊，自心本具的无量智慧，你见性，这个智慧就显现了。啊，那么佛看到哪些众生有缘？啊，佛不度无缘之人，这些得度的过去生中跟佛都有缘，有跟佛弟子们有缘。啊，这个人老师渡不了他，学生可以渡他，为什么？他跟他有缘。世尊在世这个例子很多，跟舍利弗有缘的派他去渡，跟阿难有缘的派阿难去渡。啊，佛自己去度他的时候，他看到佛来了，躲在一边走了。啊，不好意思跟佛见面。这个告诉我们，佛不度无缘众生。我们现在跟众生结法缘，法缘结得越多，将来你度的人越多。每一尊佛度众生的人数不相同，有人度很多，有人度不多。啊，于行菩萨道的这个时候，啊，跟众生结缘，不也多寡不相同啊。啊，所以发的心量要大，要发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心量大，发这个愿，天天要发，常常要发，不断的发，重复再重复，那就是读书千遍的意思，就变成真的了。啊，变数少了，就忘掉。发过没有？想半天才想到，发过这个人。
那佛给我们点早晚课，就是叫我们早晨提醒，晚上检点反省，早晚课这个意思啊。早晨提醒，这一天要真干，晚课的时候反省做了多少，哪些没做到。这个早晚课才真有受用啊。如果不懂得提醒反省，那早晚课功用不大。没有办法帮助你断烦恼证菩提。这就是张家大师他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表面这个衣柜整齐庄严肃穆，这是接引众生用的，舞台上表演用的，让观众欢喜，让观众感动，这个意思。自己提升自己，一定是要提醒、反省，要用这功夫。宗教里头，伊斯兰教用这个方法用的最熟，他们的祈祷一天五次，时间一到，无论做什么工作统统要放下去祈祷。他祈祷的时间大概几分钟，祈祷完了之后你再做你的工作，这就是提醒。所以我在新加坡看到伊斯兰的一天五次祈祷，我就想到我们念佛，我们用十年一天九次，比他更密切。九次，早晨起来，晚上睡觉去。我们这个十念法就是十句佛号，太简单了。十句佛号，时间两三分钟就说完了。不妨碍工作。三餐饭的时候做三次。这就五次了，早晚加上三餐饭。三餐饭我们不念供养咒，我们就喝着念阿弥陀佛，念十声。这十念佛。再去早晨上班下班，晚上上班下班，一共九次。就是说，无论你干什么，干之前要做祈祷，做完之后也祈祷。我们就是十念。工作之前念十句佛号。工作干完了念十句佛号就收工。一天九次。一次不缺，你要这样行，一生下来必定往生。他养成习惯了。
法门不再度我。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了，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专就是专一，真正专一没有不成就的。啊，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六道众生，好奇，看这个法门想学，那个法门也想学。啊，学了一大堆，到最后一样不成就。这就是什么？不会。啊，皈依专，我们老祖宗在远古时代就知道。啊，你看，把这句话编在同盟教材里头，《三字经》，教之道归一传。古时候学东西，没有同时学两样的。只准学一样。啊，那么主要的功课就一门，也有几种副课。啊，附带的，古时候这个附带的学生，除了读一部书之外，写字，这附带。那就是书法，啊，各种不同的字体，由老师教导。啊，乐器可以附带学，啊，所以讲琴棋书画了，绘画这个可以副科，啊，主科绝对是一门，就是学《论语》的，要把《论语》念上一千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千遍意思不是说一千，是说读。啊，读到什么程度？多的开悟，悟后才可以看别的东西，真正开悟。开悟了的时候，看后看其他东西，圆满你自己的差别值，就是如量值。你将来教学用。啊，那是已经开悟啊，如理之时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广学多闻。啊，我们看到印度的龙树菩萨，这个人非常有名。啊，大乘佛法全通，中国大臣八个宗派都认定他是祖师，所以他是八个宗的祖师。
啊，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它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600年出生在印度，啊，大彻大悟之后学释迦牟尼佛49年经教3个月就学完了。我们能相信吗？能，有例子。那我们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住在曹溪，法达禅师来参访，当然跟老师见面的要礼拜啊，佛门的礼拜。是300，顶礼300。啊，他拜3拜，头都没有着地。啊，起来的时候，六祖就问他：“你3拜头都没着地，你心里头一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这是傲慢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他就说了，读《法华经》3000遍，《法华经》的分量很大，虽然只有7卷，每一卷都很长。那一天大概只能念一部，其实一部。3000多遍的时候，差不多10年了。10年专门在一部经上，应该开悟，他没开悟。啊，六祖就问他，《法华经》讲什么？六祖没有接触过。他答不出来，他向六祖请教，六祖说，你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2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了，开悟再拜，头着地了。那我们从这个记载就明了，真正开悟的人学东西很快，他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人家个学法华经学了10年的没懂啊，他你看还没念完，正念一点点呢，念到2品的时候就行了，后头就不必念了啊，全懂了，这才晓得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全通了。那么这一部大藏经，每一本只看个2-3章就懂了，那3个月可以啊，没问题啊，啊，真能通得了啊。这是东方的学习理论与方法，西方人没有。那西方人的确从小就广学多闻，那在幼稚园就学不少东西，真叫多才多艺。那长大之后一样都不通，就不精通，那就错了。
啊，东方人主张就是一门，一门通了，门门都通啊，就是如量智啊。所以要好好记住啊，皈依专了啊，海鲜是佛门大德，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交之道贵以专啊，专就能成功，杂就不能成功，就乱了。啊，特别是年岁大的人啊，一般指什么？40以上。李老师在台中开班教学，学生年岁大的有一位60岁，啊，参加进修班学讲经，老师的方法就一步进，一个人只能学一步。这一步学会了，可以学第二步，全都是小步进，从阿含，从大集经这些典籍里头选来的，啊，都不很长，学习的时间学了要上台去讲的，啊，3次到5次，最多的，啊，5次是最多的，一个星期讲一次，5次就是5个星期，1个多月，啊，你上台去讲，老师在下面听。啊，上台之前，先要在课堂里头、小教室里头上课，讲给同学听。啊，老师也在做，讲给大家听。啊，讲完之后，接受同学的批评。啊，第二次正式登台，讲给大众听。啊，老师坐在最后一排，那个时候讲经没有扩音器，最后一排老师要听得见才行，如果听不见声音太小了不可以。啊，这个讲完之后再检讨，再学习改正，这一堂课那堂课就圆满了。方法是很笨拙，非常有效果。啊，你在那里学3个月，肯定能够学一部经，还讲得不错。啊，所以同学们学得很开心，有成就感。啊，佛学院里面学了3年毕业，一部经不会讲。那么在台中如果学3年，至少能讲6部经，那我在台中初学的时候，
啊，我有两个能力比较强的，第一个是记忆，第二个是理解力，所以学经教都用上了。我跟老师没出家之前15个月，那我学会了13部经，啊，13部经都还讲得不错，可以在佛学院教书。啊，佛学院一个学期只能教1部，啊，教1年才教2部。我教了3年佛学院，才用了6部。还有7部还没派上用场，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很伤心。啊，以后不教佛学院了，浪费时间。啊，所以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做了一个实验。啊，李默元居士支持我。办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1期3个月，学一部经，啊，一共办了6期，我是第4期结束之后，我就移民到澳洲去了，啊，所以前面4期。我听了，第5、第6我没参加了。那依照这个方法，好啊，啊，没有别的，都是个转，特别注重转。啊，我们看这里面的注解，如理智。能照诸法本性，就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啊，所以不疑不疑。怎么不疑呢？84000法门不疑。什么叫不疑呢？通通开悟，无论哪个法门都开悟，开悟是一样的。啊，开悟证的什么呢？不生不灭，这就自性，跟慧能大师一样。啊，何其自性，不生不灭。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本自就是性德，自性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有圆满的智慧，有究竟的德能，啊，有殊胜的相好，用这3样东西概括一切，啊，所以这个叫做通诸法性，就是明心见性。佛大乘这个名词叫如理，理就是心，是体，啊，见到一切万法的本体了。第二种呢叫如量智，量是度量，衡量，能照众生殊相，殊是不同，众生千差万别。众生相也是无量无边，啊，这里头有迷有悟有凡有圣，啊，诡异，个个不相同啊。如量智呢，就是通达众生相，遍法界虚空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能通达众生相，你就能度一切众生。成就自己，实力是无为。你有普度众生的智慧，你有普度众生的方法。你跟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你自然就有应，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华严经上41位化身大士，这两种智现前就是化身大士。故通诸法性是根本之，大众生相呢是差别之。根本之自受用，差别之他受用，教化众生。这一段通达性相，实际上就是大彻大悟。我们再看后面这段，供佛度僧的，这是化身大士的日常生活。请看经文，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就八个字。请看念老的注解，供养诸佛，供养有耳，两种供养，一种是财供养，一种是法供养。财供养里面有供养香、花、饮食等财物，这是财供养。第二种呢，法供养，如说修行，利益众生。佛是无上的福田，供养佛得大福报啊！前面我们读过三种福田，到极乐世界是最究竟圆满的福慧双修，圆太殊胜了。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经上说得很好，借作二位月智菩萨。二位月智是证得三不退的菩萨，太殊胜了。
阿惟越致什么样身份呢？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没有办法明心见性，生到极乐世界就明心见性，把我们大幅度的提升了。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真加上了。所以在极乐世界，虽然是在凡圣同居土，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完全平等，跟41位化身大士平等。这极乐世界殊胜，我们知道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在变法界虚空界做什么？戒淫往生的人，每一天每一个时辰，往生极乐世界人不计其数，太多了。每一个人阿弥陀佛都要去戒淫，如果不戒淫，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佛戒淫。佛的愿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发愿戒淫念佛人，所以念佛人一定会跟佛见面。那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呢，也能像阿弥陀佛一样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供佛，去闻法。供佛是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那么在极乐世界一天所修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都达不到，都不如人家一天修行。这个事情要搞清楚啊！为什么搞清楚，我们才真正下定决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成就太快了，那个快速我们无法形容啊！证明海贤老和尚一句话，他常常劝人，是他老人家的口头禅：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这才是口头禅。你真正下定决心，心愿持名，我决定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等于成佛。做了没多久，真成佛了。这不是假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智慧、神通、道理，变法界、虚空界哪儿都能去，没有障碍了，没有人能限制了，跟世间完全不一样。真的得大自在。供佛
闻法，还附带度众生啊，因为变法界、虚空界都有跟自己有缘的众生啊，有缘才能得度，没有缘度不了啊，所以会度我们与我们有缘的众生，统统可以得度。这个法门殊胜到极处，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不能改变，不能拐弯。海贤92年一句佛号，没有拐弯，没有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功德圆满。我们为什么不敢？听到这个稀奇，那个稀奇，他老人家也说了，不要喜欢稀奇，喜欢稀奇就是障碍。让我们分心，让我们不专，把我们自己修行功夫完全破坏了。别人修那个法门赞叹好，哪个法门都好。只要你适合你的根性，你要一门深入都能成就。你不必修我的，我也不必修你的。修成功了都一样，毫无差别。那么遇到净宗法门，真的完全统一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个个都能得到弥陀的戒引。净宗法门真广大了。三辈往生的都说了，一共4段经文，前面3段上中下3辈，后面修学不同的法门，他把他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得生。阿弥陀佛不拒绝。那么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得清净心。心里头妄念少了，杂念没有了，心清净了。清净心生清净土，有这个条件就能往生，不管你修什么法门，修其他宗教法门都行，只要修到清净心就能往生。这个门真广大，一点都不假了。那么下面也有说3种供养。第一种利益供养。奉香花饮食等与前面的财供养相同。第二呢，敬供养，赞叹恭敬。第三呢，行供养，行是与前面所说的法供养相同。
就是如数修行啊，受持修行妙法啊，我们净宗修行的妙法就是一句佛号，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全传给你了，一丝毫保留都没有。你看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啊，不难懂啊。能不能成功呢？看你坚持，你要坚持专一很容易成功，你要是修得很杂，修得很多，那就不一定啊，可能修一生都不能完成啊。专一重要啊。下面引真解，日本祖师大德所说的，能有无量佛土，心供养云，故曰供养诸佛。啊，真的，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都有这个本事。啊，能有无量佛土。啊，供养诸佛，听经闻法，教化众生。啊，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你说是多幸运，能遇到这个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无量寿经真正的善本啊，下莲居所汇集的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记录这都是我们比上一代的人幸运太多了，他们没有遇到啊。他们如果遇到，对往生的品位会大幅度的提升，坚定幸运。啊，专持一句佛号，决定不夹杂。无量寿经的善本跟念老的记住，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后面这一句，开导群生，如维摩经上所说，虽知诸佛国及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众生，是名开导众群生。啊，这就是看破，真的看破，真的放下了。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看到许许多多众生
在六道里头的轮回，苦不堪言的。虽然是梦啊，我们也不愿意见到这个梦。梦中还有这么多苦难的人，要不要去帮助他？应该去帮助他。没有能力，那就不必说了。有这个能力，有智慧，有方法，就应该去帮助他。我们今天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啊，接受，达成，经教。啊，接受黄念老脊柱的帮助，让我们对于净宗有深刻的理解，对极乐世界有深度的认识。啊，这还能不去吗？不能不去啊。啊，闲工注释112年很辛苦啊，为谁？为我。为我的信心愿心还不足啊。他这112年的修行表法，让我真心真愿往生，没有丝毫疑惑了。那我这一生决定的生。啊，甚至于这是真有不是假的，临命终的时候还没断气之前几天闻到这个佛法，他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就真信真愿往生，念个2天3天他真往生了。那何况我们现前身体健康状况都还不错，这个时候遇到怎么可能不往生？哪有这种道理？那前些年我们看到山西小院40多个得癌症末期，医院放弃治疗，这些人是佛教徒，有念佛的，有念观音菩萨的，有念地藏菩萨的，念了2-3个月病真的好了。啊，那就是他们还有寿命。一心转念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可以把我们身上带病毒的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啊，就像海鲜和尚，他18岁腿上撞了毒疮，苦不堪言的。
啊，母亲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没用处，最后他自己明白了，这个是业障病啊。不是普通的病，那怎么办？啊，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寻声救苦，他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念观音名号念了一个多月，穿就好了。于是深深相信菩萨的话是真的，不是骗人的。你有急难的时候求他，他真帮助你。啊，这个道理现在量子力学家也证明了。啊，用意念来恢复自己身体的健康。问题是你要真相信就起作用，如果带着怀疑就不起作用。啊，一是包括在三毒烦恼之中啊。三毒是贪嗔痴，贪欲的核心是什么？贪欲由它而起的，情执，啊，嗔恚的核心是什么？嗔恚从哪起来？傲慢、愚痴从哪里起来的？怀疑。怀疑的人没智慧。啊，所以见思烦恼，思烦恼面里面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啊，我们要想自己身体健康，不贪，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贪，不嗔，啊，不愚痴，不傲慢，不怀疑。一心一意专心阿弥陀佛，完全投靠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的保佑啊！啊，这边希望阿弥陀佛保佑，那一边还希望找别的帮助啊，阿弥陀佛帮不上忙，你的念头太乱了，太杂了，啊，跟佛不能起感应，啊，跟谁起感应？跟魔王、妖魔鬼怪起感应。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啊，所以开导群生要用《维摩经》上的精神，知道诸佛国土即众生空，但是怎么样呢？常修净土，教化众生。啊，用什么教化众生呢？用净土。
净土法门讲得清楚，讲得透彻。下手容易啊，成功殊胜。一生成佛，闲公老和尚的表法对于净土是大有帮助。我提醒同学们，我自己是这样做，我把他这篇光碟，把他这篇文字，这个文字有一个年轻的居士重新写了一篇，写得很好。我们将来印出来成为一个定本，把这个东西当作无量寿经看待，认真学习。光碟一天看三遍容易，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不难啊。一年根就扎稳了，往生就有把握了。如果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带我走，能不能做得到？难。如果有慈悲心，发愿像老和尚一样表法，你寿命到了，阿弥陀佛会把你寿命延长。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多受几年苦，多度一些众生，都不是难事。这都叫开导群生。下面这一段第三小段课题：无住色心。请看经文，化现其身，犹如电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他举《唯识论》第十卷里面所说的神力难思，故能化现了。化是化身，化身如来，诸常寂光，十报土的化身大士能干，跟他起感应道交，所以化身如来在十报土现报身佛，帮助他们。那么住在报土里面这些菩萨，化身菩萨，他们有智慧，有神通，能在
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里头，现应身化身，这是神通的力量，不可思议，能同时现、同处现啊，也能同时异处现，不在一处啊，一切诸佛刹土里都现。也有能力参加诸佛的法会啊，到诸佛刹土听佛讲经说法，供佛供众啊，所以佛慧双修啊。诸大师为度众生，化作种种身形，行动之速似闪电光，实际上比闪电快多了啊，闪电已经太慢了，赶不上了，它比闪电不知道要快多少倍啊。为什么？只要真的发生，居力没有了，空间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远近就没有了啊，没有远近，十方尺都在哪里？就在现前。时间没有了，没有先后，那无量劫前也在面前，无量劫之后将来还在面前，通通看到了。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有缘众生都可以同时普度。那这些菩萨，这极乐世界菩萨，他们是不是天天在做？是的，没休息过。那为什么众生还这么多呢？还在受苦受难？不是佛菩萨不度他，是他的语言不成熟。这个时候要给他讲佛法，他排斥，他不能接受我啊，这就是佛度有缘人啊。什么是有缘？相信的人，能理解的人，能依教奉行的人就得度了啊。能相信能理解是有缘，未必能得度啊。能依教修行的人，这叫根熟众生啊，他必定得度。啊，有信有解不能做到啊，跟佛法有缘不成熟，还没有到得度的时候啊。那什么时候得度呢？完全在他自己，众生做主，与佛菩萨不相干啊。众生真正能做得了主，快，这
更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心坚定了，啊，很快问题解决了，啊，所以他们化作种种身心。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因，是把身形分为三十二类，每一类里头都无量无边。啊，行动之快，超过山天。啊，所以菩萨能于一念之前，这一念就太，时间太短了。啊，一念是2100兆分之一秒，一秒钟已经超过2000兆次的生灭。你就晓得它比闪电还快。普智十方国土，啊，普同时普遍就到了，上供下土，对佛供养佛，对下面对有缘的众生施了度他，平等普照啊，业无优劣亲疏，物无彼此之分。为什么？没有起心动念，这个要知道。化身菩萨没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没有真的发生，啊，他是十法界里面三乘菩萨，没有出十法界，见性就出十法界了，出十法界才有这个能力。啊，不出十法界，他没有办法离开娑婆世界。他的神通道力是在这个大千世界之内，不能超越。啊，极乐世界菩萨不一样，他们能超越，因为他们全是阿惟越致菩萨。没有达到阿惟越致的程度，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那48愿神通道理的加持，这个加持管用。那如同自己证得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几句我们平常要练功啊，练什么？平等普照。平等是真心，要用平等心去对待一切众生。啊，所以下面两句就是平等具体的表现。怎样平等？没有优劣亲疏，平等的；没有物我彼此，这平等的。啊，这平等普照，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用真心，不用妄心。真心是平等的。妄心就是有选择的，有分别，有执着，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慧疏云，电光有四仪，啊，闪电。佛在经上常常用电光，
来做比喻。啊，这四个意思，第一个，快速，速记，快速。第二个呢，破案，虽然很短暂的这一生，啊，但是在这一生当中啊，是没有黑暗，是光明的。这个意思很深。一念闪光，我们能不能见到？见不到。那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的眼根、眼识反应很慢，跟不上它的速度，所以它一闪，我们完全没有知觉。啊，闪电的光我们能看到，那它的闪电的光大概是一秒钟，1%。啊，50%。25%，那就跟过去电视放映机的这个程度。24%，我们能看见，只看到光，光里头有什么东西看不到。24%，现在我们用电视机，是1/1000，啊，一秒钟，它的频率是100次。就是闪光100次，我们看出不出它的闪光，看它讲非常稳定，其实它不稳定。啊，是我们眼睛跟不上它的速度，看起来好像很稳定。啊，第三个意思呢，不住，就它是生灭的，前年灭，后年生，它不住。啊，尤其是200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的频率。2000兆次，不住啊！第四个意思，无分别，真的没有分别，分别来不及了。下面说，菩萨一念一识啊，一念。就是一时，一时就是一念。如果要把它分开来讲，一念是空间，一时是时间。普知十方世界，上供养祝福，下利益众生。无有
出入，前后响，如电所及。啊，它有没有出入响前后呢？有，太快了。啊，那么这桩事情是现代科学所研究的命题，啊，那么现在最新的仪器可以能捕捉到1000兆分这些秒，啊，在这个仪器里观察的时候，清清楚楚看到它生命1000兆分之一。啊，那佛经上告诉我们，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啊，一弹指，那一秒钟能弹几次？人家告诉我的7次。啊，经常也常常说7是个圆满数字，那叫乘7。啊，3期，2100兆啊，一秒钟啊。生灭2100兆次，所以我们的六根、六识全跟不上，就在眼前，没离开我们，我们完全不知道。那菩萨，你看。一年一时，所以经教上有说，就在当下，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意思很深呐。啊，在长吉光里发生大事，没话说。为什么？他们没有物质的身体，也没有精神的心理，它是光，啊，叫长吉光。长，它不是生灭法，这叫长，生灭无常。啊，它有常，它不生不灭。啊，即它清净，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染污，也没有动摇。啊，光平等遍照。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他就哪里现象。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楞严上说的，说得好。啊，这是说他们有这个能力。啊，暴徒的菩萨，极乐世界四徒，我们可以说。都是弥陀的暴徒，
啊，十八图是自然有的，心现、心生，方便图、同居图是阿弥陀佛的愿眼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加持。出现的，所以他也是发心土，也是发心神。那么他所起的作用，跟十报陀的菩萨没有两样。啊，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这才下定决心，只有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才会真正快速成就。要不走这条路子，走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真的要无量劫。那么走极乐世界，是把无量劫变成缩短了，大幅度的把它缩短了，一念成就了。那我们再往下看，上供诸佛，下利益众生，无有出入前后相，如电所及。菩萨能照诸佛慧，能破众生眼，如电破眼。这是说极乐世界菩萨有这样的神通道理啊。下面又跟我们说，菩萨能化无量身，应现微尘刹，无有住处，无有真迹，如电击空中，无所从从来去无定极，菩萨平等，无有先慈后彼等分别心，如电光照物，无彼此先后分别。啊，今天时间到了，这个几句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再学习。